决赛是魔王卡位赛，我们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吐槽大魔王。告诉大家，我的脱口秀开始了，这次的梗依然很破。谁说我吐槽没营养？大张伟话太多扰民，算不算犯罪？从法律来讲啊，肯定不算。法律允许，但是不提倡。今天啊，还听说来了五条人，这我乍一听还以为是个战队啊。这我一看，哎，怎么讲？你们掉线三个。你们今天吐槽的太没想象力了，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想象力。我们直接写了一首歌来吐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